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，促进互联互通。只有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，铺就信息畅通之路，不断缩小不同国家地区人群间的信息的鸿沟。 才能让信息资源充分的涌流。今天互联网时代有一句话，就是“世界就是我的研发部”，那么全世界的资源都可以为我利用，那么这个互联互通，那么就是非常重要。互联互通啊，是互联网的第一要务，它的特点就是一点接入，全网共享。 所以，这个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。网络空间啊，它已经是人类的新的生活空间。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。在这个空间里，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，也没有谁 能够置身事外。然后我就把球鞋都买上。这样下雨行吗？嗯。